家好，我叫马奇瑶，我是一个小小钢琴家。我想要一个小钢琴。啊，那你表演一下。哎哎哎！哎！你怎么长了八条腿啊？你怎么长了八条腿啊？你是不好意思吗？我不要。孩子对于这种面试、这种正式的场合还是会有点紧张，对，台上台下还是有区别的。你是不好意思吗？我不要。负担都有点重，有点包袱的。对，有点负担，对。我跟你说，你们的爸爸妈妈在观察室肯定急坏了，这个场太紧张了。他们没有感受过这种场的，蛮可惜的。昨天你们的爸爸妈妈给你们练的台词，没有一个人在台上表演。其实因为我有看孩子们跟家长的排练。照相如生子烟，角落好呀，弟弟的嘴，哼，反正你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们。小螃蟹。哎呀。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在整个的训练当中没有完全的发挥出他们最强的本事来，可能这就是我们常说台下准备和台上准备是不一样的一件事儿。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这个时候的形象跟他们平时还是不太一样的。是，对，舞台上就复杂了，心思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孩子要挑战很多方面。接下来，仔仔。哎呀，仔仔来了。看看表现什么样。请开始你的自我介绍。我叫张哲瀚，我小名叫仔仔，我今年五岁了。我喜欢跳舞、游泳，我还喜欢钢琴、画画。你想饰演的角色是哪一个呀？螃蟹。好，预备，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你怎么长了八条腿啊？你怎么长了八条腿啊？昨天你们的爸爸妈妈给你们练的台词，没有一个人在台上表演。你怎么也长了八条腿？对。那你是谁呀？你又是谁？我是人见人爱的小章鱼。我也是小螃蟹。好，不错。谢谢。拿定了这个角色。哎，好。